能到大学把我交钱上个月相当都不会了。我老公终于带我来淄博吃烧烤了，芊芊今天先替你们去尝一尝淄博的烧烤是怎么个味儿，走吧。9:30来的啊，现在人还是这么多。哪家呀？随便挑一家吧，应该都不错。走吧，就他家吧哈。好嗨呀！老公，你点菜，交给你吧。我点。啊，你给我点啥，我吃啥。啊？养手指干嘛？给你点了300块钱的，你看看够不够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下单吧，下单吧啊！香不香？他们这炉子要擦一下吧？这个炉子要擦一下吗？老板跟我说了，你自己拿纸擦一擦吧。那我就自己擦一擦吧。不是很热情，有点随意啊。对，真随意，我自己擦吧。放炭了就可以烤了是吧？哦，是。可以放上来了是吧？哦。开始烤。烤。不是你会不会的？我会，怎么就不会？哇，烤的好香哦。焦了，焦香焦香的闻，哇，看到没，滴油，小串就烤好了啊，第一口要怎么搂就这么搂，哦，哇，淄博的烤串太香了，不光香，我跟你说还热情，这么吃烤串我感觉好有意义啊，就是自己边烤的然后再边吃的，嗯，好香，烤的特别焦香。嗯，太香了。哇！哇，这尝一下。嗯，它这个辣椒好香呀，它里面有熟芝麻，好香。好吃的。嗯。它所有的烤串都属于啥半成品，然后上来之后，然后自己在架子炉再烤，和自己烧烤的感觉是一样的。嗯，太香了！淄博小饼来了啊，这么一卷，这么一卷，上料，哪个料也不能少，知道吧？唱开歌了。羊肉串，哎呀，加根葱啊，嗯，淄博的小饼是香和的，好。嗯，哎呀，我的烤串继续啊！这20串烤串让我一个人就吃完了，沾个酱。香啊！什么？就是很香啊！他这边的羊肉串是真的很好吃。大一岁，好，你们俩一个合唱。氛围确实很好。全国人民来了这边，他都很热情，你知道吧？就是来自五湖四海的，有唱歌的，有笑的，然后有鼓掌的，那么大家这个气氛就起来了，是吧？嗯，好香。嗯，这五花肉。五花肉糊了，五花肉糊了，哎呀！先晾着。先晾着啊，别浪费是吧？不要浪费。我刚才我跟你说路过第一家烧烤的店的时候啊，就客人剩了很多东西，然后老板叫服务员过来，服务员就都吃了，你知道吧？所以说点多少吃多少，尽量不要浪费食物啊。再来个小饼，这小饼很好吃，我跟你说，喜欢吃面食的人肯定都爱吃小饼。这小饼太香了，这真香，这小饼。哎，这个好嘞，哇。好吃啊，嗯，真好吃啊，嗯。
记得咱们在太原吃的饼子是发硬的，当地的饼子它是软软的、软乎乎的那种感觉。来到大姐把我消遣唱歌一下闹都不会了，再来一个小饼儿，再卷一个、哇，这小饼儿真好吃哎，这真的很好吃。我跟你说哈、真热情，真嗨了，真的。哎，第一口你们先来。好吃吧？好吃。哎呦，猪皮烤的都冒花了，看到了吗？猪皮，哎，和爆米花一样，让人爆开了。这猪皮好吃。哇，吃开心了没？开心了。这是冒油啊，轮到我来吃了。你吃吧。